能呈现这样子完美的演出，在今天晚上带给大家。那么集美的乐器队也是全国音乐比赛行进乐队传统的特优团队，除了行进管乐，集美女中的乐队也有室内合奏、打击乐团、爵士乐团，各项的木管重奏、铜管五重奏也经常代表台北市参加全国的决赛。这次的表演这一段呢，也是今年度准备参加全国决赛的一部分。那我们刚刚呢欣赏完了集美女高的一队，现在呢马上就要来欣赏他们的管乐队的表演。那待会呢他们会连续带来三首歌曲，那介绍一下，第一首呢会为各位带来 Anna Lynn Dancing， 第二首应该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，接下来这首大家应该就更熟了，也就是呢你是我的花朵。哎，好像有点破梗，因为今天晚上好像500待会最后会压轴演出，对不对？先演奏一首他的歌曲，希望他如果在后台的话也听得到我们集美女中带来的他的表演。所以接下来集美女中的乐器队将会带给大家一场不同的管乐的飨宴，掌声欢迎。
谢谢景美女中乐器队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哇哦，太阳神的女儿果然是威力四射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，在他们的优雅。